歪歪又来了。你还嫌弃饶旺的房屋贵吗？你还想跟陌生人挤 lift 吗？你还埋怨 car park 不够吗？视频的主题是为什么推荐饶旺的房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歪歪，欢迎来到歪歪的 channel。因为现在有 COVID-19 病毒的关系，导致到住在 condo apartment 的居民和陌生人共享电梯很没安全感。如果住在 landed 的话，居民就能够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、私人停车位，也不需要等电梯或和陌生人共享电梯啦。现在饶旺的房屋都能停放3到4辆轿车哦。饶旺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，有医院、购物中心、各种银行以及政府部门也很齐全哦。饶旺也会打造个非常漂亮的公园，拥有非常庞大的 Central Park 以及豪华的 Clubhouse， 来让你度过周末。以及现在饶旺的房屋真的那么省钱吗？是的，免头期、免律师费、超值回扣，这里已经省下了大约80000哦。永久地契靠近购物中心，与饶旺托的距离也很靠近哦。千万别说我没告诉你哦。饶旺双层排屋的价格，在 KL 区的话只能买得到公寓而已哦。那么好的笋屯，你怎么能错过呢？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，可以联络我哦，或者点击以上的 link。 我是 YY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